岁的小孩真的是人小鬼大，身高136公分，只有12岁，读的是小学。这名红姓儿童呢，向服刑的父亲学的好偷术。那么父亲呢，就是很会偷东西，没想到他也学会了。警方说，红姓儿童呢，只有136公分，最右边的这一个，他腿呢都还不够长，那么跨乘机车呢，还得要垫着脚尖。结果呢，没想到说就会偷车了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以为说他们是骑家长的车子出来，后来追查才发现，原来呢都是赃车。那么红姓儿童说了，他偷车的钥匙呢就是这一把，就是用了自家铝门的钥匙来偷，技术呢是学自于在坐牢中的父亲。而前天他跟游姓少年骑赃车到太平去找朋友，结果返家的途中因为无照遭到警方查获，现在被依窃盗罪移送少年法庭侦办了。